我哋 Digital Bay 係成立於2018年，咁我哋係一間企業數字化營銷服務商。咁我哋除咗為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嘅諮詢服務之外咧，我哋仲有社交媒體代營運等等嘅數字營銷嘅服務。而我哋喺疫情期間咧，係投入研發咗我哋自己嘅 SaaS 產品，就係互動雲。咁我哋希望通過呢一款產品咧，可以令我哋捉緊更加多機會，可以服務包括中小微企到中大型企業。咁互動雲呢套產品，我覺得可以喺我哋自己研發產品嘅基礎上，配合公司嘅成個營運嘅服務，可以幫企業，可以幫我哋公司行得更加遠。咁除咗澳門市場之外咧，我哋都開拓緊內地市場。我哋而家已經有珠海分公司同埋廣州分公司啦。我哋亦都迎來咗我哋廣州分公司嘅第一個客户。咁喺未來嘅呢幾年咧，我哋希望喺成個橫琴深合區、大灣區乃至成個中國嘅內地市場都有更加大嘅發展嘅可能性。另外咧，我哋都睇緊境外嘅其他市場嘅，包括香港、台灣或者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希望將我哋嘅互動雲推廣到更加多嘅華人市場。